最近我跟我朋友啊，真的是把那个挖洞吃上瘾了。我们今天又去买了一些挖洞回来，然后把它清洗干净了。不晓得哪个洗的，可以去看前面的视频啊，前面两期都有那个详细的如何清洗挖洞的教程。我们今天用挖洞来给大家做一个江湖菜，啥子江湖菜呢？双椒挖洞，相当牛逼的一道菜。好，现在看我操作哈，准备点生姜和大蒜啊，姜呢，我们取一部分就行了哈，不要太多，然后把它切成薄片啊。就是姜片有点大的，可以稍稍给它盖下刀啊，切小一点。今天的大蒜不用皮，我们直接把它切成薄片就可以了哈。好，要装起来。准备点青红小米辣，今天青红小米辣适当的准备多一点。现在把它盖刀，因为青红小米辣呢，削刀把它切成长条啊。因为那种青红小米辣呢比较辣，所以说我们切的时候要注意点啊。洗手之前千万千万不要上厕所，大家不要觉得好奇，浪费的要去尝试，有的时候好奇还是猫。把切好的好姜装起来，准备两节大葱，把大葱切成长段，有芹菜的就准备两条芹菜，没得的就算了哈，同样把它切成小段就可以了哈。好，起锅，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撒上一点盐，来点胡椒面，整点花点酒。现在开大火，给它烧出沸来。锅里面水开了，就把那个挖豆倒进去，给它穿一下水。挖豆为啥子要先穿水呀？因为那个挖豆不穿水的话，你炒出来水渣渣的。我跟你说嘛，能够穿一下，把它穿成团生，炒的时候也会干爽很多。锅里面大概水开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锅里面水开了过后，就给它倒出来。现在倒出来过后，快速用水给它冲一下。一方面呢是把它的一些粘液给它冲洗干净，另一方面呢给它冲凉了过后，是为了保持它的一个脆嫩口感。好，重新起锅烧热，锅烧热了就下油，下一下锅，好过后倒出来，然后重新下油，88克青花椒，烧了一点泡椒，姜蒜片，然后给它炒一下，炒香，把香味给它呛出来。好，现在放上我们的挖豆儿。青红小米辣，这是我们的江湖菜底料，不用炒香也不哈。现在锅边加喷点花椒酒，现在快速的给它炒断，放上葱段和芹菜，倒入盐、味精、鸡精，变成胡椒面，来点生抽，再来点陈醋，沿着锅边呛上去，然后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，淋上一点素上鲜喷椒油，再来点辣鲜蓉，有的再加面也得算的了。好，翻炒均匀。出锅，把我们炒好的挖豆儿给它倒入圆盘中。来嘛，那面上给它撒一点芝麻，哎，那个逼格牙的出来的哈，稍稍点缀一下，美味极强。一道好菜做出来了呀，我们要学会与人分享。啊，我们现在来打个电话哈。喂，安哥，做到一道好菜噻，喊你过来喝酒。啷个没得空啊？耶，啥子大业务嘛？有啥大业务嘛？把兄弟伙照顾到点噻。给长江修个盖盖，那是好多钱嘞。你还接到个给长城贴瓷砖的啊？那一个嘛，一个嘛。好，要得要得。那个好凶哦，给长江修个盖盖，给长城贴瓷砖。哎，我找，换一个人，换一个。哎，老板儿。今天我刚刚弄到一个菜，你在跟哪个谈业务啊？老哥，他们要从地球修个电梯到月球啊！哎呦，那你那个业务弄到起了哟！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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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你给我慢慢喝哈！要得要得。哎，他们都是做大业务的，没办法，自己扯。来嘛，看到起，爽，又脆又嫩。吃这道菜，我们必须要有点仪式感啊！来，我们现在开吃。每回吃那个挖豆啊，都吃得有点意犹未尽，又脆又嫩，相当的舒服，真的是有点麻辣劲，鲜辣刺激。哎，牛逼！老板，我们那个视频多少分啊？